看见呢，在这一场的欧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单的决赛赛事，那现阶段第一局的比赛 ，Peter Gay， 那领先11-10。那看见在失误方面呢 ，Peter Gay 是稍微多于这位年轻后辈，而另外呢，在网前的取分方面也是比 Jørgensen 多了一分。那 Jørgensen 今年22岁，那身高有1.83米。11:10 play。现在不错。好，那看见呢 ，PK， 那再度呢从平球挡的过程中，刚才的这个球呢是出了一个后场，那把这一弧线呢稍稍调高的情况下呢是绕过了身高1.83米的 Jørgensen。那其实呢 ，Jørgensen 在去年的这个羽毛球的系列赛里头呢表现相当不错，那曾经有3度呢打进到超级赛的4强。那先后也击败过像韩国的朴春焕，那另外泰国的布萨纳，以及呢中国曾经以及马来西亚的李政委这些的好手，那所以也是被誉为是欧洲羽坛方面一位希望之星。那当然过去毕竟丹麦的羽毛球历史呢非常的深远的，所以在栽培羽毛球运动员方面呢，那的确也是有他们心的，做得相当好在栽培方面。而且呢，一般欧洲的选手呢，尤其呢丹麦选手们，羽毛球寿命都是很长。那像 Peter Gay 就已经33岁，还是能够保有呢这么好一个实力。那另外在女将方面，那也是有拉斯姆森，拉斯姆森也是已经30岁了。那除了他们这两位丹麦选手以外，这年纪已经是30字头以外，那过去很多像拿过奥运金牌，那第一面奥运金牌男单方面。那就是丹麦的选手 Paul Erik 和拉斯。那应该说呢，霍耶拉斯呢是属于第二面金牌，第一面金牌呢应该就是那时候印尼的魏云芳。那一年呢，他是跟他的太太，现在太太就是 Josie Sati 黄连江呢是同时间夺取奥运的男女子单打金牌。好，看回这一场比赛，现阶段 Peter Gay 那比分是领先了4分，15-11。哇，防守真厉害，漂亮。好，来看一下呢，这一球呢 ，Peter Gay 刚才呢发这个反拍球，主要发这个反拍的短球，就是要限制对方的这个进攻，但没想到经过两个平球挡之后呢，那 Jørgensen 一定是让 Peter Gay 必须要把球呢给叼起，那自己连番的进攻攻不死 Peter Gay， 反而是让 Peter Gay 有一个反击，而成功的取得这一分的胜利。那这次见证了 Peter Gay 在防守方面有多厉害。好好球！好，来看球在头顶位右一百的突进直线。直接得分，这个球呢是杀得很边，再来看通过一个网前之后，对方把球呢挑起之后马上头顶起跳的一板突击直线，这个球呢落得很边，17-11。哦，没办法，那主要刚才呢刘根正过的网前球呢很贴网，那比的 Peter Gay。好，再来看，马上呢上网的球少了半步的情况下，这球呢比较勉强挑起的情况下，那出了一个半场球，Jørgensen 马上再来追杀一百通，这个重复的线12-17。相当不错，那看见年轻的 Jørgensen， 那技术呢也是相当的全面，好球，哇，这个球呢真的拉垮了 Peter 的体力，好球。
PK 刚才呢曾经呢三度呢吊球来调动 Jorgensen， 我看见了年轻后辈呢这个挣扎能力很强，好不错。PK 刚才呢在正手位这个吊球反而是被 Jorgensen 勾一个对角线，那打了 PK 一个措手不及。那当然这一分来回拉的差不多有二十多板，那也是拉垮了 PK 体力。而且加上刚才 PK 是主动拉开对方，那所以在自己的节奏方面相对来说也要比较快。好，不错，正手位一个下来之后马上移到头顶位，再来一个劈掉对角，好，相当不错。那正手跟反手呢两板连续两板的点压，好，目前还是保有五分的领先优势， Peter Gay 18-13。18-13 please。 好，很快的来到往前一板的追压，不过呢是被 Peter Gay 好相当精彩的防守呢还是封住了后扎前锋，那所以 Peter Gay 他这种呢防守的反射的反应真的很快。这球头顶想要突击一个直线，除了边线球外。那 Peter Gay 对上一个冠军已经是在一年前了，在2009年的韩国公开赛，而今年呢，他也回到韩国公开赛卫冕，不过呢，是屈居亚军。当时他在决赛呢又输了给中国的后起之秀郑龙。好，局点20-14。哇，连续压着 Jorgensen 的正手后场，这几个平高球的质量呢相当好。好，看一下呢，老将33岁的 Peter Gay 还是顺利以21-14呢，先取得第一局比赛的胜利，那非常有质感的第一局的比赛。